老谷兄弟，你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这些孩子一个都不少的给我带过来。放心吧，拿人钱财，自当替人消灾。怎么着？听你这意思，不打算跟我们走？这鬼子马上就要打过来了，城里边大大小小一堆事儿，我职责所在，我不能走。那你对我就这么放心，不怕我跑了吗？对你是不放心呐。哎呀，看样子你这是要老将出马，重返沙场了。二十年没摸枪了吧？你身上这杆老枪还能打响吗？哼，虽然我早就脱军装了，但有一点一直比你强，那就是我的血性不减当年。好，杜兄，就麻烦你替我跑一趟，一定要把这些孩子安全地带过来，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还有，家军年少不懂事儿，少卿的死他一直很内疚。你想说什么我知道，放心吧，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。家军，我会一起带回来的。走。時間です。水。大皇帝好，我们现在只有两支步枪，一支短枪，四颗手榴弹，32发长枪子弹和7发短枪子弹。但是我们要面对的是4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讲，我们都不占优势的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咱们非得打这些鬼子吗？他们又没发现咱们，咱们赶紧跑不就完了？上行，卡车上拉了很多箱子，有可能是日本人的运输卡车，也许有医疗药品什么的。这是大仓目前最需要的东西，能救他的命。那我们怎么就能确定卡车上一定有药品？所以我们得赌一把。如果不打的话，大仓也活不了；如果打，咱们起码还有那么一线希望。我个人同意打。我是一个爱赌的人，虽然我们现在手上的牌不占优势，但我告诉你们，真正的高手并不是靠一把好牌来取胜的。所以你有什么主意了吗？尤林，你哥教你的日语还记得吗？记得呀。怎么了？おい、遅いよ。時間の限り到達ないなら攻めるぞ。お前うるさいな。治ればいい。お前口だけだよ。バーカ。助けて！違う、何が様子だ。お前ここで残りは連れ来い。はい。走，走！本当に最悪だ。
一个。看我的，等会儿。这应该是日本人在战场上缴获的物资，我们大家赶快找找，看有没有药品吧。来，快！哎，放开！哎，这，好，在这儿，这儿。来，来，拿出来！哎，急救箱。这什么呀？在哪儿啊？这都不是呀。不是。这个也不是。好了，这个就是盘尼西林，这回大仓有救了。哎，等会儿，好像后面有动静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莫亚军去看看，少尉，你去，你手里有枪，你去。哎，谭副官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那你，狐狸は逃げた。これはいつのことだ。見た目は襲われたのようです。香川の報告でこの辺は一つの部隊が動いている。私が油断したようだな。直ちに捜査隊を作れ。奴の後を探せ。はい。岡村所在は今どこだ。この位置です。遅い、遅すぎるんだ。奴らに伝え、加速進行しろ。そして今晩、今晩すべての兵士をゆっくり休ませる。まっさあさ、出発の準備。出発準備。本部からの命令は、そのまま待機する。司令部のバカたちは、戦場の状況を知るわけではないな。今目の前は試案場だ。だから、我らは追撃が必要だ。ならば、試案場を占領する機会が失う。同時に、加護にガズジャイを侵略しろと、すでに命令した。何度してもガズジャイを占領しろ。あそこは、試案場の重要な軍事用地だ。当然、これは計画の第一報だ。第一報ですか？なら第二報は？你爸让我带上他的警卫连留下来阻击鬼子的追兵。现在啊，唯一活下来的就我们几个人，剩下的兄弟全没了。那我爸呢？他应该回史安了吧？什么？你是说我爸把阵地丢了，带上你们逃跑了？莫家军，你怎么能这样说你爹呢？啊，你根本就不了解战区。我们在湖南跟鬼子拼命，实在是挺不下去了，你爹带着兵撤退，那他也是无奈之举，整个山城的百姓全靠你爹了，他也是没办法呀。既然这样，我们需要立马动身回去，在这多待一秒钟就有多一秒钟的危险，咱们必须立刻回去。啊，这样你准备一下，咱们一会儿就走。好，走。等等，我不能跟你们回去。为什么？这里，这里，好，都要放一个连，明白吗？把这个文件拿过来。报告，立报，李总。哎，最后一支部队也撤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，谭副官呢？有消息吗？恐怕是回不来了。这儿，那我们在这里。好的。可林，这是我这个月的军饷，你派人赶快送到谭副官的家里。好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看你把兵力都围绕这个城内和城外部署，我有点担心。我们之前在湖南面对的那支日军，番号为华东派遣军第十五军山地作战大队，指挥官是一个叫浅川打野的王八蛋。据说他早年曾经留学过德国，打仗狡猾，善用计谋，带的部队也异常的彪悍，被称为日军山地作战专家。我说咱们碰到的这股鬼子跟其他的鬼子打仗不一样，没想到咱们赶上了一个硬茬。我担心的是城外有些战略要地，我们还是有必要部署一些兵力，比如
这里，嘎斯寨，是通往我们史安的一条捷径。如果日本人占领这里的话，他们很快就会突袭到史安城内。这点我也想到了，但是我放弃嘎斯寨有两点理由。第一，咱们的兵力有限，只能围城部署。第二，咱们虽然伤亡惨重，但是浅川这支部队伤亡也不会小。我就不信他敢带着一支残兵前来突袭史安城，所以我判断鬼子不会马上进攻。秋瀬哥哥，准备できました。よし、中谷君、これから俺の第二砲の計画を見せるのだ。閣議の締めを覚えろ。尋常に試案を取れるのか、閣議に頼んだぞ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はい、これはモグラとの連絡方法だ。具体的なやり方法はこいつが教える。はい。在关押我们的货车上卸装备的时候，被我偷偷地听到他们的战略计划。他们万万没想到卡车上还有一个会日语的人。他们的计划呀，明天一早带领一支小队快速地突进石安城，从而呢可以占领嘎斯寨。这里是扼守通过石安城的战略要地，日本人一旦占领这里，他们的大部队还有重要武器就能迅速地到达石安城。这肯定会啊杀莫斯林一个措手不及。那咱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回去报信啊。哎，现在肯定来不及了。就算咱们现在出发的话，也不一定能在明天一早就赶到嘎斯寨呀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跟我这三个兄弟一起去阻击敌人。你们赶紧回去报信。你们四个人堵住几十个日本兵，这根本不是大胆的计划，这简直就是疯狂的计划，你们疯了。那否则呢？只能这样了，我们尽量拖延时间，你们赶紧去报信。这真是一个疯狂的计划。不过疯狂的计划怎么少得了疯子的参加呢？我决定了，谭副官，我跟你们一起去。你胡说，这可是打仗啊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们还是学生，还是孩子，这打仗是我们军营的事。切，你别忘了谁救你们出来的，别总把我们当小屁孩。我告诉你，从前天到现在，我已经亲手干掉两个鬼子了。你那是侥幸啊，可这回不一样啊。哎呀，谭副官，我好歹算是个人头吧，再不行的话给你们上上子弹总可以吧？就你们四个人，你们挺不了多久的，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？胡闹！谭副官，你别犹豫了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能帮你的就只有我们了。可是你爸那里我怎么交代啊？我爸是军人，我是军人的儿子，我相信我爸如果在的话肯定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。这次我同意莫家军的说法，而且不但他要去，我也要去。怎么着杜少伟，干什么都跟我抢，这是去送死也跟我争？我是去保家卫国，不是跟你斗气。哎，同学们，还有谁想跟我们一起去？平时我们在街上喊喊口号游游行什么的那算个屁呀，这次我们有机会真正的上战场保家卫国，有想去的都给我站出来。我去，我也去，我也要去，送我一个。保家卫国那是军人的事儿，你们连枪都没拿过，冲什么英雄？就算你们去了能顶什么用？我们有一腔热血就够了，有那么难吗？不就是开枪把鬼子干掉吗？对，自己想去送死别带着别人。你看看那边的秦大仓，他还在这躺着呢，你难道不吸取教训吗？林哲，大仓的事儿我很抱歉，但是这回可不一样。如果我们不站出来的话，就真的没有人帮谭副官他们了。炮弹炸了，你们个个都得尿裤子，你们一个个不要命了吗？杜少维，你也跟着发疯是吧？我也去，我也去，我也去。这个时候要不去，会被大家认为是怂包。我也去，大家都去，我跟着大家一起行动。好，好。你们一个个不要命，我不拦着。其余的人跟我走，我带你们回城，别拦着这帮人去送死。
大仓，你现在养好伤是最重要的。对。乐怡，天气这么热，你把这些水分给同学们喝吧。那你呢？我没事儿，我不渴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可以。少维。可以。这一次可能凶多吉少。有些话我一直想对你说，其实我……少维，你们都没有什么经验，这次行动一定要小心，一定要活着回来。你不希望我死，你希望我活着回来，对吗？当然了，我们是同学，更是好朋友。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活着回来，都平平安安的回来。哎，这枪我怎么还不会使呢？啊？哎，都开过枪了还不会使？来，我试试。你来，给我做个示范。简单，这样，然后再像这样。啊！你没事吧？你好好的，干嘛突然吓人？我也不知道你突然在我后面站着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。准备出发了。哎，啊，警长，走走走走，谢谢啊。哎，少警。哎。那个家军衣服破了，你帮我交给家军呗，这套衣服尺寸还算合适他。自己怎么不给啊？他现在心里眼里都是可疑，也不怎么搭理我，还是你帮我给他吧。好。不许笑。行了，别看了。你男儿我也要去送死了，你怎么也不关心一下我呀？莫家军，打吧，打呀。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打我了，以后过去想让你打也打不着了。你自己小心点，注意安全。等等，可以。子弹我都伤好了，打的时候把这里搬开，对着你想打的人扣动扳机就好了，入手防身用吧。这个我可以，这辈子咱俩是不可能了，下辈子如果我还能遇见你，我莫家军一定娶你当我的媳妇儿。我们必须在明早之前找个合适的地方伏击他们，只要枪一响，他们的突击就失去了必要性，同时也等同于咱们向城里报了警，这样他们很可能就会不战而退了。现在说什么也不管用了，谁他娘的都管不着人，我哪儿变那么多人来，我恨不得自己都上战场了。人我没有，自己的地盘自己有本事守好，没本事就赶紧带着兄弟们撤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局长，局长，手底下的弟兄们，他们全都是史安城子弟，你让他们不管家乡的安危就这么撤退，就算我答应，他们能答应吗？我跟你说，军长，我们坚决不放弃，不撤退，我们必须跟史安共存亡。
怎么了？这一路也没碰到什么人，应该安全了。这样，你带大家继续往前走，赶快回石安报信啊！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们大家走吧。谁推的我吧？谁？是我。廷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要去参战？好了，不要说了，咱们继续走吧。哎，林超，你信不信？你刚走的时候我就猜到你肯定会回来的。你最好闭嘴，我不想听你的废话。是个学生，你想干什么呀？少废话，跟我走，快点！听见没？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。几个小时过后，我和我的同学们跟着四个士兵要阻击40多个日本兵。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，就在刚刚给你写信前，我的脑中一片空白，但现在我却出奇的平静。开枪最重要的是三点一线，枪托一定要抵住肩膀，手不要抖。当年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好男儿应该在国难当头之际弃笔从戎，报效祖国。现在我终于要实现我的诺言了。保佑我吧，姐，保佑我跟我的同学们吧。六林啊，啊，你干什么呀？你郭师幽灵，你俩别闹了，你俩脚下的战壕再来实点，要不挡不住子弹，让你不好不干活。哎，将军。哎哎呀，郭师，你能不能不要站在我枪前面，枪很容易走火的，你知道吗？家军，从小到大你是我唯一佩服的人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既然你把我当兄弟，你说吧，不存在帮不帮忙的，啥事儿？万一这厮我死了，家里就只剩下一个奶奶了，你能帮我照顾他？你说什么傻话？放心吧，啊，咱都不会死的。去吧。哥，我这心里一直在打鼓，一直想着之前大仓哀的那一枪，伤口那么大，看着都疼。这会儿打起来，万一我也挨了枪子儿，没事没事。嗯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怂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在咱们家饭馆的时候，听那些秋八说，
在战场上你只怕死，那子弹就盯着你跑，你要是不怕死，子弹就绕着你走，明白吗？真的假的？什么真的假的？秋葩说的还能有假？哥，你说这鬼子就一定从这儿过吗？这谁能说得准啊？我又不是鬼子肚子里的蛔虫。那鬼子要是不从这儿过的话，咱是不是就不用打了？咱就可以回家了。我倒是希望鬼子不从这儿过。少尉，一会儿带领你的同学就去那边。前面少川他们发现敌人之后，鬼子一旦进入伏击圈，幽灵就把手榴弹全部拉下，计划都明白了吗？嗯，去吧。走。丁震，我这一路啊都特别好奇。好奇什么？你怎么就会突然间出现在我们面前呢？是不是你一直在悄悄跟着我们？但是你为什么要悄悄跟着我们呢？想跟我去劳军？哎，那你跟我说一声，我带你去不就完了吗？还有，从你打枪的姿势和战斗的反应来看，恐怕不只是打狗猎那么简单吧。哎，你是不是当过兵啊？哎哎，这可是枪伤啊，我从小在军营长大，这种伤我见多了。你可别告诉我山里的狼和狮子都会打枪。完了完了完了，哥，这仗算是逃不过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跟在我后边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回来回来，我枪往哪了？哎呀，我说了半天，你好歹回我一句啊！你为什么要来？你明知道这一路很危险。我这可是去劳军呢，这是一件多么伟大而又刺激的事儿。秦大仓现在受伤了，那是从日本鬼子手里死里逃生。你现在还觉得刺激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将军来了来了来了，准备战斗，快一点，郭神你回来，快快快快快！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别害怕。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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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鬼子走近了，咱们就拉起那些手榴弹。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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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将军将军，我怕将军。稳住稳住，别紧张，稳住。大家都不要乱动，等手榴弹爆炸之后，听我的命令再开枪。将军，你怕吗？刚才有点紧张，现在反倒有点兴奋。好样的，不愧是莫司令的儿子。大家都给我盯住了，不要浪费子弹。
盯紧了。天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谁呀？在干嘛？不是，我把这个隧道还快开！海龟，日本人上来了，快打！先别打！家军，别开枪，靠近了再打。危险伏击圈，怎么就开枪了？快走！鬼子已经冲上来了，咱们都得死，我们根本打不过日本人，快走。这是中尉，我们来问谁的可以。炸了，小伟。鬼子发现我们了，小伟，快跑，走。
爹！给，快！少维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小子，这次可闯了大祸了，徐教和家长们都快急疯了，看我回怎么跟你算账！走，快！家军，我怕，我不敢。胡须，我喂子弹了，把子弹给我。我子弹，我子弹，你快点。胡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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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我。国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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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，国师，国师，鬼子，国师，跟你拼了！莫家军，你现在觉得好玩吗？你看看。国师死了，好几个同学都死了，你看看呀！小心！将军，别震！你们赶紧撤！我掩护你们。谭副官，那你怎么办？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！快撤！再不撤，来不及了！谭副官，好些人来增援咱们了，日本鬼子被打退了。走，走。好像不对吧？会不会是司令派来支援咱们的？哎，衣服不太对呀、啊。